and never cry。后面我就转那个了，转那个转赛道了，我就转去唱歌赛道了。然后唱歌吧，大家就说，我唱歌的时候大家就说唱得很好，下次别唱了。然后后面算了吧，又转回颜值赛道了，能扛得住的还只是这点颜值了，真的。谢君子哥的啄木鸟，谢谢。就是转了好几个赛道，转来转去吧，又回到颜值了。咱就是说主打还是一个漂亮，还好还有点颜值。谢谢你的日记，当我和孩子气。你给的空气，我就爱上你，是我，我和孩子气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唱跳还可以吧？唱跳还可以吧？转得很对，真的假的？谢谢的灯牌，赛道转得很对啊。哎，你们给我点信心好不好？这样我会很伤心的。回来，谢谢君子哥啊，还得是君子哥好，鼓励我唱歌，对不对？啊，想到你我就越想你，我很爱自己。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，谁会爱我？你烦我，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，你就娶我，怎么样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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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还是跳舞吧，还是跳舞吧，气死了，比你强。我的孩子多大？他两岁了，快两岁了。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这是我的女儿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他又想睡觉。吵我你吵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。你不爱我，谁会爱我？你烦我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。你不爱我，谁会爱我？你再烦我，你再烦我，你就娶我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说出了我的心声，谁把我娶回家呀？老大不小了，38岁还带了个娃，三十八带个娃，这么可爱的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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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信吗？有没有人做键盘侠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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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很精彩，呜呜！欢迎及时行乐，欢迎你们。既然有人说我撞，家人们，我撞吗？我撞吗？居然有人说我撞，胸肌啥玩意儿啊？你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是小骨架，我小骨架，我本人很窄的，很窄，很窄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很窄。身高168，体重90斤，我穿 S 码的。
江南海，演的状态，当初来，我明白。90斤太瘦了，那还刚有人说我壮呢，说我壮。当当啊，主播身高168，体重90斤。舔狗的由来是的。哎呀，把这个打广告的这个团伙给我拉出去，这打广告的团伙。但很精彩，呜呜，这肯定是个团伙。谢点赞啊！对，打了一下午了，来我直播间，我自己能挣到钱，光给他挣钱了。90斤肯定不胖呀，哥，我都吃不饱，还能胖吗？火箭是一个彩礼嘛，一个华子，你要不要整一个？用户哥，你要不要整一个？一个华子做彩礼，再安排。很轻松，哥的存在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念，欢迎大家。我家不缺狗了，养一个都养不活了。我播到几点？我本来是播到9点，我下午2点开的，我的妈呀，我播了7个小时了呀，我快播了7个小时了，天哪，我快播了7个小时了，本来9点想下的，这么多人我也不好意思下呀，一个华子就取走，你看一个华子都没有人想娶我啊，大哥，一个华子都没有人想娶我，我真服了。谢关注啊！我要进场打流水线去了，我要。当当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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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一个火箭凑这么久，对呀，导致你都没看上心爱的小舞蹈，真是你连心爱的小舞蹈都没看上。完犊子了，欢迎雅雅，有没有喜欢主播的？有没有呀？喜欢主播的我们加个灯牌吧，我感觉一人一个灯牌我都早就破3万了。公司要求每天播几个小时吗？不要求。他说我长得漂亮，爱播多久播多久。后来我发现吧，我长得漂亮，我播3个小时大家不让我下，然后我一播就播了7个小时，发现算了，以后还是别长这么漂亮了，长得丑一点算了。谢灯牌。有公会哥，正常主播都有公会，很正常。谢小爱心。但公会没什么，就是没什么限制，没有什么限制，就得靠你自个努力，主要还是靠你自个努力。凡尔赛，你可能第一天认识我，我有个外号叫凡尔赛主播。你笑啥呀？你笑啥呀？那我本来就是呀，我凡尔赛主播呀。168为啥上升这么长啊？我5分呗。谢谢关注啊，感谢关注，欢迎风生水起，欢迎。
怎么样，跳得好看吗？直播间这么多捧角，哈哈哈，没办法，魅力太强大了，魅力太强大了，咋办呢？魅力强大呗。哎呀，忘了怎么跳了。怎么样，我的舞蹈，小舞蹈送给大家。有啥才艺？我刚在这跳半天，白跳的呗。我是不是白跳的呗？扭了半天了，你给我问我啥才艺？你一点都不尊重我。你是他俩的粉丝，谢谢你啊，给他刷点狗粮吧，好不好？他都饿瘦了，给他刷点狗粮吧。谢谢翱翔的爱心，谢谢翱翔。宝子们，给他刷点狗粮吧，他太饿了。哇，亲人们，坐着跳舞第一次看，所以我才与众不同呀。不然为啥你们不看站着跳舞的主播，非得看我，对不对？人家站着跳舞的还没我人气高，为啥呢？因为我独特呗。因为我第一我坐着跳，第二我跳的不咋地，所以就显得我特独特。千秋主播啥意思啊？什么叫千秋主播？你给我站出来，你给我解释。当当当，谢谢大家关注了，谢谢。晚上好，找个男朋友陪伴呀，我直播间700多个男朋友嘞，还不够陪伴我的呀，这么多男朋友陪伴我。当当当当当。好厚啊，什么什么东西，好厚好厚，听不懂。脸皮好厚，脸皮好厚。谢谢大家关注啊，感谢大家关注。后宫佳丽，后宫佳丽3000，我后宫佳丽都30多万了。所以家人们，我后宫佳丽30万，你们想要脱颖而出的话就得竞争呐，知道不？就得竞争一下，好不好？竞争一下，竞争一下啊！我往前面坐坐。放心，每个场面里，分离。不穿裤子你别笑啊！你刷点吧，你为我弄充100元自行吧。嗯嗯嗯。记录了我和你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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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明天再继续努力呢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漂亮，帅气哦！还有人想刷礼物的不？还有人想刷礼物的不？有想刷礼物的话，我可以再等一等。下巴你好，去洗澡，就是我直播你不舍得去洗澡呗。主播身高168，体重90斤，不准下。好的哥，那你刷一点，我就不下了。一些关系，谢谢点亮，感谢点亮。帮你，
谢谢开冷的灯牌，谢谢。我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号有没有涨多少粉丝。欢迎顾想念。